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阿们。我们再把圣经导到提摩太后书三章，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，找到没有？第五节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那偷进人家劳荣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着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从前亚尼和杨比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。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，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，像那二人一样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继续来交通，我们继续来交通这个题目，就是辨别异端。怎么辨别异端？这些人他隐藏的特别深，在教会中间从外在看他很敬虔的。我专题讲了敬虔，一共讲了敬虔，在东营讲的十二讲敬虔，到时候上马上就上传，我弟兄姊妹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敬虔。那么上帝要的敬虔，魔鬼就借着这群人抓住了人的心理，人喜欢看外貌敬虔，所以就受骗上当。一看外貌敬虔，他们就以为是真敬虔。那么真敬虔和假敬虔的区别在哪里呢？真敬虔是大道在肉身中显现，是不是啊？那是真敬虔，就是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，在肉身中显现的基督就是敬虔的记号。那么假敬虔呢？外貌敬虔，装出的人为的敬虔。他为什么要敬虔呢？拿敬虔当什么？得利的门路，以敬虔来得利。魔鬼就抓住这群人贪爱钱财的人到教会里来，在教会里头牢笼一批人，他必须得牢笼一批人好给他奉献。魔鬼知道这个人是贪钱贪财的，所以呢就打发这群人进到教会，在各个教会中间在干什么呢？占山为王，在各个教会中间做领头的，什么牧师啊，什么长老啊，这群人他们都在教会中间属血气的，他必须敬虔。他要敬虔，他不明白什么是敬虔，他必须得假敬虔。他敬虔的目的，我不敬虔你就不给我奉献，我必须得敬虔你才给我奉献。所以用敬虔当做得利的门路了，得财的门路，这个得利就是得财啊，财力，是不是啊？他就得用这种方法，所以才能诱惑一大批人，才能迷惑一批人。那不知道深浅的人就跟着跑，就进去了，是不是啊？不知道深浅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虔。你要想今天不被人牢笼，不被这些假敬虔的人牢笼，不被这些异端把你掳去，你必须知道什么是真敬虔，必须知道什么是真道。你如果不知道真道，人想怎样就怎样待你，你被迷惑进去你就出不来，一旦进去就出不来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这是末世最危险的日子要来到。什么危险？就一大群被牢笼的，一大群被牢笼在那里，牢笼在哪里呢？牢笼在罪恶里头，你就出不来。他要想他自己装敬虔，还把你牢笼在罪里头，因为在罪里头的人不可能敬虔，是不是啊？他还得牢笼你，还得叫你在罪里头，叫你在律法下捆着你，是不是啊？把你捆住，只有律法才能把你束缚住，只有律法才能辖制你，
只要把你挟制在律法之下，你出不来，你就永远在罪恶里头，你就乖乖地听他的话。他还挣钱呢，他在人前很装得很属灵啊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。弟兄姊妹看，这牧师真敬钱，这长老长得真老，是不是啊？因为牧师不知道啊，牧师看不出来呀、啊，从外在根本看不出来这牧师到底是传真道的传假道的。从外在看他特别敬钱，祷告一大早四点就起来祷告，是不是啊？敬不敬钱？祷告那个膝盖底下都跪着洗衣板，跪着砖头。一旦这样的祷告被你看见了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你会感觉很属灵的，你会感觉很对的，你会感到这样人特别敬虔的。你看苦带己身的，祷不祷告？哦，高粱马子里祷告，这大冷天上高粱马里祷告，上苞米街里祷告，敬不敬虔？敬虔呐。但多数人那个眼睛，那个属灵眼睛没被开启的，就用这个外在的眼睛来评断这人到底敬虔不敬虔，是不是啊？都用外在的眼睛去衡量。真正敬虔的人不是肉体的苦待己身，肉体苦待己身那是模仿邪教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，那巴利先知是不是苦待己身？以利亚有没有苦待己身？如果你不懂什么叫敬虔的时候，你就被当时那个场面给迷惑了。犹太人分不清啊，这边一个人，这边一群人，犹太人被迷惑，被迷惑了。你看这一群人在干什么呢？用刀刺自己的肉，割自己的肉，边割割的满身都是血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苦待己身？这就是邪教。现在的教会中间，去把邪教的道理拿过来见见，苦待己身。佛教苦待己身，道教苦待己身，都在山上修炼，是不是啊？你不信你看看，咱们在圣经里就有这样苦待己身，割自己的肉求他们的神，看外面敬不敬虔呢？这也是一种敬虔。但现在教会把这个邪教的道理采纳为基督教，他觉得基督教这个没办法改变人，他说耶稣的血只能洗净人的罪行，但洗净不了人的罪行，是不是给培养东方闪电呢？培养邪教呢？这样说，东方闪电说耶稣基督能除罪，能洗罪，但不能除罪。你听，这就是东方闪电说的话。他们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家庭教会培养出来的。自称我是家庭教会的，跟别的教会不一样，我家庭的。你家庭怎么的了？啊，家庭没有真道，照样不是教会，是不是啊？有真道的，有基督的才叫教会，没有基督的怎么叫教会呢？还给自己起名，我们不叫基督教会，我叫基督教会不归基督所有，家庭教会我是家长，我不就归我所有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教会是属天的，是属地的，基督是属天的，是属地的，基督是属天的，教会是属天的，应当叫基督教会，都是天上的名，不能用地上任何的建筑物来给教会起名字。我叫家庭教会，对吗？不对，他们把这个当成敬虔的名字，给自己的教会分成派别了。我这个敬虔的名字家庭教会，所以跟三次教会不一样，我们叫真理道的。他说他叫真理道的，真理道你得讲真理呀、啊。说完自己是真理道的，竟不讲真理，竟讲那些歪理邪说，竟培养下边培养出来的，不是呼喊派，就是灵灵教，就是冷水教，就是华南教，还有就是什么呼喊教，再就最后出来一个东方闪电，大的给来个大个的，
所以上帝一点一点给他拆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凡不是我父栽种的，必要什么？拔出。那是我父栽种的吗？他把这种敬虔当成得利的门路了。他最明显的是想在教会中间得财，异端讲的就是这东西。他每一篇讲到里边都不会忘记奉献的事儿，每一篇讲到都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贪财，活在钱财里头。他为钱财活着，为了钱财不惜一切代价，外面装成一种敬虔，那脸装的可敬虔了，是不是啊？耶稣说他们说外面披着羊皮，对，里面却是什么？残暴的狼。你看假的东西全是这样的，就伪装啊，欺骗人，是不是啊？外包装，把外面包装可好，里面是发了霉的蛋糕，你照样买。你买这串亲戚的时候，拿这个发了霉的蛋糕，外面包了一个特漂亮的盒，里面装的是发了霉的蛋糕。有卖的就有买的，有吆喝的就有出去看的，是不是？有骗就有上当的，是吧？有假的东西，有真的东西，肯定有冒牌的东西。这冒牌东西出来了，就迷惑一大群人呐。你以为敬虔没有冒牌吗？有没有？啊，这冒牌的就是异端，跟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完全是不一样的，跟神默示的话语完全是背了道的。神默示的话语他不知道啥意思，他就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乱解，因此就出现假道了。假道怎么产生的？啊，属血气的人产生的，都从他们口里出来，撒旦借着他们口随便的来解经，因此就出现许许多的假道。我这边往回搬都搬不过来，我刚搬回来，隔几天又蹦出个好几个假道，又蹦出一样，再搬一样，隔几天又蹦出几样。我搬的没有他生产的快，他专门是生产假道的基地，对不对？这天我看他生产的大白菜，是不是？那大白菜那么多，生产白菜基地，而那个异端专门是生产假道的基地，对不对？生产假道的兵工厂。你这边往出道出假道，他那边就继续往外生产，流水线的呢，是不是？带流水线的，是吧？上面什么也照样培训，这边培训什么穿假道的那些个神学生，下面紧接着那些神学生就漫步到整个全国各地的教会中间，就开始穿假道。这些神学生怎么上去的？有的都不信耶稣，根本就压根不信。他家孩子没考上大学，也没考上高中，怎么办？往哪送？往社会上，没文化，这社会要文化，对不对？那往哪送？免费的神学院，这叫免费提供什么呢？培养穿假道的工人，免费的。这些人行了，把孩子送到那儿，都没信耶稣呢，都根本压根就不懂救恩的，送去培养出来的。那孩子目的回来，大人的目的是叫孩子找份工，铁饭碗，是不是？找份工作。孩子说这下可行了，回来分配哪个有一个铁饭碗的，社会上铁饭碗给打了，给砸了，砸没砸？邓小平给砸了，是不是？砸完了之后，现在这铁饭碗这个梦又圆在哪里头了？上教会里圆梦，圆他们铁饭碗的梦。听没听明白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假传道的？他们培养出来的。为什么会出现异端？这假传道的他根本到教会里根本没办法讲真道，他讲不了真道，他就讲假道，讲假道混乱了一大批人，因此就产生了异端。这异端就这么产生的，所以这异端产生之后了，对整个教会的冲击和危害性大不大呀？这么多年你可以尝试到那个
异端对教会的危害性啊，他们继续在生产，继续持守他们以为的那种什么，以为的那种什么纯正，他们以为这是纯正。家庭教会多纯正啊，专门培养异端的多纯正啊，啊，一祷告跪洗衣板多纯正啊，啊，纯不纯正？他那纯正用引号引起来，表明是真的假的？假的，假的，那是纯正吗？啊，用引号给他引起来，冒牌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危急性。当时保罗就在这里头，提摩太后书说，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那个时候，那人的就专顾自己了，贪爱钱财，傍毒，自夸，狂傲，自高自大，不爱父母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是不是？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都全活在肉体中间了。他们最明显的是贪财，贪恋肉体的享乐，贪恋肉体中间的那些好处，所以他才进到教会中间。所以你不要把教会所有的人都当成工人，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当工人。很多人现在东跑西颠的，都是为哪儿忙碌？杜甫忙碌，是不是啊？他们根本不是为神忙碌，不是为真道忙碌，不是为福音忙碌，都是为那杜甫啊，到处骗人，到处欺骗，像孙家德一模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他们讲的东西你就知道了，从来不敢听启示录，从来不敢听末世的大灾难，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，他们要听灾难的就吓死了，因为没有主的灵在他里面，他有一种惧怕心理，你一讲启示录他就害怕，他就为了汽车洋房，就为这活着的，就为追求这些活着，能不能好啊？这些人不会好的，因为上帝要把这些人给他显明出来，是不是？要把他们的愚昧给向众人显明出来，要叫所有人看见。我们看这等人最明显的就是什么，最明显一个例子，贪恋钱财，他为了钱财才进钱的，所以他讲的不合乎敬虔道理，这自然的，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敬虔，他的目的不是叫众弟兄姊妹得真道，他的目的是钱财，因此他光的敬虔目的是借着这个敬虔得财力，是不是啊？这才，所以因此牢笼了一批无知的妇女，那妇女被牢笼的无见识，如同把金环戴在猪鼻上，被牢笼的都是无见识的妇女，跟着跑啊，跑得可欢了，奉献的也大，是不是？跑得也欢，最后跑来跑去跑哪里了？跑异端里头了，就在那异端里待着，为他们卖命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就为他们卖命啊！好，再看，把这翻到提摩太前书，往前翻一章就知道。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都提到这伙人，就这伙人，找得慢。这群人传假道的，这群人异端，这群人他无辜的自高自大，无辜的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啊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一群牧师长老在北京那地方跟我交通，是不是啊？在小黄庄那跟我交通，找一段经文找不着了，找哪一段经文？谁？他们最熟悉一段经文，他找不着了。哪一段经文？就是我们认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。你看，就这一段经文找不着了。加拉太书的，我说那是加拉太书的吗？我说保罗从来没有说我们认认自己的罪，只有约翰的。完了说了，我说在哪？加拉太书，那个。那牧师啊，拿个笔记本上边弹着找找找半天没找，我说不用找了，不在加拉太书上，
费了好大劲没找着。我说在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你自己看，那脸刷的红，不跟你交通了，马上就跑。六七个人都是牧师长老，我说他们怎么成为牧师的，我都怀疑，怎么成的？啊？不是人推的，南韩现在专门在中国培养异端呢，就南韩给他们按立牧师，用那大肉手按那个大肉脑袋上，啥也不懂，这上面是不是一无所知啊？你看第六章是不是一无所知啊？第四节，他不合乎传的不合乎敬虔的道理，你看啊，第二节，若有人传异教不合乎敬虔道理的，那一定是异教，是不是啊？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啊，合不合乎？不合乎啊。那敬虔是神在肉身中显现的，是不是啊？他说那敬虔是什么？人的肉体会洗衣板，是吧？苦待己身，守住律法，这是敬虔吗？合乎敬虔的道理吗？合不合乎？不合乎啊。这些人最明显的例子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吧？自高自大，因为他没明白敬虔，真正在基督徒身上敬虔是我死基督活，对不对？真正敬虔是叫道在我身上显现出来，大在敬虔的奥秘就是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道在肉身中显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那他们的敬虔是什么？不要道在肉身中显现，用我自己的肉体苦待己身，叫弟兄姊妹守住律法，用律法来捆来辖制弟兄姊妹，用罪来牢笼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很明显的？他们最明显的在这里，而且自己是无辜的自高自大。你看是不是自高自大？他们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啊，什么也不懂那伙的，擀面杖吹火呀，一窍不通那伙的。你跟他讲属天的事情，他往地上想；你跟他讲属灵的事情，你讲重生，他往上说。我再回到母腹里，再生出来吗？血气的，属肉体的，属情欲的，属撒旦那伙的，所以他们自然就传异端呐。他传异端，奇怪不奇怪？不奇怪呀，他这样人就是传异端的。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传异端的，哪一个是传真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不合乎圣经敬虔的道理，是不是啊？纯正的敬虔的道理。神叫你本于信以罪行，他叫你本于行以罪行，敬不敬虔？神叫里面的人显明出来，他叫外面的人显明出来。神叫神儿子住在我心里做工，他要外面肉体来那做工，都人在做工，是不是啊？旧约是神做工，旧约是人做工神看，新约是神做工人看，是不是啊？旧约是人做工给神看看合不合格，失败没失败？失败了。失败。旧约是上帝公义的审判，新约是彰显上帝的慈爱，对不对？旧约是律法，新约是恩典。律法是彰显上帝的公义，公义是刑罚，是不是？新约是彰显上帝的慈爱，恩典来了彰显上帝的慈爱。人得就是靠恩典，不是靠律法。那他用一种方法牢笼人，他想牢笼你，我想从你那里取利，我就得想办法，想办法如何来进钱，你好给我利。赶上东北那跳大神的了，东北跳大神就这么跳，有人愿意领仙儿，那个魔鬼就把这个人就抓住了。有人贪恋钱财，魔鬼就把这个人抓住了。一看这人活在钱财，抓住，抓住给他干什么？领仙儿，领黄鼠狼的，领斗鼠的，就领仙儿。他身上就扶着魔鬼的灵，其实不是黄鼠狼的，斗鼠的。哎，这人就开始跳大神，跳大神给人看病。魔鬼就把在他身上，就借着这件事情叫他取点利，就跳大神赚钱。
你想想，一个人被魔鬼捆绑上之后了，经常没气儿，所以后面有个二大神在那呛着，不呛，梆就倒地，脑袋就摔在水泥地上，就得给他脑浆摔出来。所以二大神在后边呛着，那大大神在前面，魔鬼就借着他的口把他的灵给捆住了，借着他的口，这个肉身在说话，对，魔鬼说话，是，说什么？说你家家你得的是什么病，在哪得的什么病，你撞着谁了，完了之后呢给你可以给你解除，其实都是魔鬼在这里做的工作，是吧？或者你那孩子怎么怎么地了，其实魔鬼把那孩子给抓住了，就那孩子有得了疫病了。疫病是哪种疫啊？哪个叫疫病？就异端的疫啊，疫病就是这个异端的疫，世人得了疫病了就完了，上哪看都不好，扎针也扎不好，是不是啊？吃药也不好，那叫得什么疫病？你们这边有没有得疫病的？啊，有没有？有啊。东北那得疫病找谁？找跳大神的。跳大神的，等你拿钱了，把钱拿足够了，他就给你跳大神，就给你解。你看不看着？现在魔鬼在教会中间也整这出啊。现在有许多跳大神的呢，他们不是信神，是自己来那跳大神，他们心里没有神，魔鬼利用他在教会中间跳大神。那个有一个，那天你们拿那画那个东西啊，其实那个是新疆的，是不是新疆那个东西？东北有一种东西，是一种鼓啊，这么大，拿一个东西，拿一个棍儿在那敲。下面带一串那个铃，腰上带一串的那个叫腰铃，一走道呢，哗哗一晃腰就哗哗，我晃就那腰铃跟唰唰跳大神的，边敲的咚咚咚唰咚咚咚唰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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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敲这手就敲就来大神了，他得敲一阵子才能来大神，来大神噔当就倒后边二大神赶紧给他呛住。那从哪来的？就东北来的，就东北有这种现象，是不是？他扭啊扭腰，那腰扭的跟正常人的腰都扭吧，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和那腰是两截的，因为他有魔鬼呀、啊。那人的身体，那腰那屁股拧的，你都看看看，那屁股拧的特别特别的可怕，就要掉下来，就是他的屁股好像是跟他身体是脱节似的，还。头上扎的那些东西，野鸡铃子，还有什么？反正装扮的跟他正常人不一样。敲那鼓敲的那节奏可强了，离远处很远很远就能听着那个鼓。他那单面鼓就是用一个铁圈那么弄的单面鼓，完了上边就下边带一串铃，边敲边蹲那铃，唰唰腰那个铃也跟着唰唰撞，来回撞唰跳。跳大神的，你们这没有，到东北就有了。特别是愚昧无知的人，到那山村里头，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就整这玩意儿，是不是啊？最后了，我们排满足舞的时候，而且还排了这个舞蹈，而且我还跳了这个舞。我当时不知道咋回事，那时候没信耶稣啊，我刚16岁就进满足工农团了。我腰上也穿，他们给我带，把它当成舞了。满足在秀演的时候就在我们那拍的，就是我们给演的，全是小姑娘小小，都是6、7岁小姑娘小小的，在一起都打扮成那个样子，就打扮跳大神那个样子，就开始跳那舞，扭的可欢了，可欢了。那时候也瘦，没这么胖啊，扭的可欢。我后来才知道那是跳大神，那叫什么？大神教，东北一个大神教，《爱人传》里其中就有大神教。公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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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，就叫大神教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教会中间就出现这种现象。有人想贪心，魔鬼说：“好，我给你一个差事，你到教会里去。”魔
本是为了把教会那些弟兄姊妹的灵魂都给他垄断了。这个到教会里当牧师长老，这个人自己没明白，到教会他行，到教会里要干什么？赚一把，赚一把钱，就被魔鬼利用了。其实他也是被魔鬼利用的，最后他赚的钱一样也拿不走，拿不走啊，是不是啊？一样也得不着，你信不信？他拿敬钱当做得力的门路了，装敬钱，我想挣钱就得装敬钱，拿前面这个敬钱来换后面那个金钱，是不是啊？就用这种方法。你看看下面啊，他怎么教导你的？他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，教会就出现嫉妒了，纷争，唰唰，教会左一半右一半的分裂，是不是？不是我负栽种，必要怎样？拔出的，就出现纷争了，毁谤。互相毁谤，是不是？挨个毁谤，你明明知道你是出于神的，传的是圣经，他也照样的故意的毁谤你。妄疑，什么叫妄疑啊？啊，妄是什么？妄想。疑是什么？怀疑。这是两个词合在一起，妄疑，对不对？狂妄，妄疑。往下看啊。病了坏了心术，坏了心术，里面心坏了，是不是？人心要坏了是不完了啊？坏没坏？哪儿坏的？里面坏的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是不是说什么里面坏了？里面是死人的骨头，是不是里面坏了？坏了心术，失丧真理之人的拯救。有没有真理？他根本压根就没有真理，他还在那争竞。争竞的目的是什么？给自己那个敬钱当得力的门路来打什么？打掩护，打掩护，是不是？为他敬钱争的，为那假敬钱争的。他明知道你传真道的，明知道你是出于神的，他也照样抵挡你。争不争竞？你上网上你看看，那一天正好搁网上就发出一个群，上面写着。给我专门转建立一个群，你们都不知道啊。专门上海有一个女的，那个疯婆子，那个妖婆子，给我建立一个群，上面写的什么名字？揭穿异端王一号总群，就建立这么一个群。那天晚上我登到他那个群里头，我辩论了一大阵的。后来我说你完了你。这个群主已经完了，你将要赔偿50万，500万。我说你将要赔偿500万，这是最低你的赔偿500万，因为你既侵犯了人的肖像权，又侵犯了人身自由权。一看这下完了，哎呀妈，这可完了！急忙把我踢了，把所有我们这群人都踢下了。踢完的时候，把名字一改，把我的像也给撤掉了。因为他懂啊，他懂法律啊。医生，你看这个医生，他给别人医肉体的病，他自己灵魂的病倒没医治了，他就不懂，他给我定成异端了。这群人有个特点，他就是恶人先告状，是不是啊？他先给你定成异端，他要不给你定成异端，他站立不住，他为了自己能站立得住，所以把不是异端的定成异端。混淆是非，是不是？颠倒黑白。那天我查那节经文，是不是？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死的说成活的，活的是说成死的。定义人为有罪，定罪人为无罪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他们已经混淆是非，就像那颠倒中病毒一样，他们里边有魔鬼的控制，因此魔鬼给他这种生，给这种什么错觉，是不是？神就许可。给他这种生发错误的心，就许可他在那里头活着。神要定他们的罪，对不对？就许可他们抵挡真道。神不开启，是不是？神愿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愿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今天神怜悯了我们这一小群，就不怜悯他们，就叫他们看是看见，却不明白；听是听见，却不晓得。
就他们在那里活着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往下看，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？门路。拿敬虔当做得力的门路，拿敬虔为利服，用假敬虔，因为他没有真敬虔，他就用假敬虔，用外面伪装出来的东西来欺骗别人，拿敬虔当得力的门路。说秘书啊，他根本没有神，就这伙人根本没有神，谁跟着跑谁就掉井里去，你跟着跑吧。有的人真跟着跑啊，那无知的妇女跟着跑，那聪明的不跟着跑，跟着跑，跑的那个欢呐，脚打那后脑勺子跑，是不是啊？那脚跟都打到后脑勺，你想想这跑的多快呀、啊！跟着跑，后头是不是、啊？那叫什么？溜狗须、拍马屁、唱京戏的那伙人，有没有这样人？有没有拍马屁的？有没有唱京戏的？啊，有没有溜狗须的？溜须拍马，你们这有没有这话？有。你跟他跑，往哪跑啊？这假的人竟然发现不了，他有特点，你不认识，你不知道谁是他一般的，你可以第一件事情，你看他是不是是个贪婪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为钱不顾一切了。为钱在众弟兄姊妹面前故意假装敬虔，你看我敬不敬虔？法利赛人就是这种的，伪装外面的，把外面装得可像样的，是不是啊？耶稣说法利赛人是太爱钱财的，他们就是太爱钱财。你看所有太爱钱财这些穿假道的都太爱钱财，这才怪呢，因为他们也知道天国他肯定得不着了，所以他就得以外貌的敬虔来欺哄一批人，他必须维护他那个利益。有一天和朱山运在董一那边交通，朱山运把那个马太福音那个23章那里头说耶稣讲的话，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薄荷、茴香和芹菜那上十分之一，公义、怜悯和信实，你们都不去行了，那当行的都不去行，那不当行，他说：“你看，这不告诉你的薄荷、茴香、芹菜应当行的，你不行了。”他这么解经的，怎么解的？他说：“你看，这不上帝不叫人拿薄荷、茴香、芹菜吗？所以朱三运那奖章上面写的什么？树上结的，地里产的，老母猪下的。”鸡屁股掉下来的，那上十分之一。你听，你听听啊，奖章上就这么写着。王主产鸡下的，树上结着，田里头出来的，那上十分之一。因为他说什么？马太福音耶稣说，薄荷、茴香和芹菜，你们倒纳了十分之一；公义、怜悯和信实，你们倒不去行了。耶稣说是叫你纳薄荷、茴香和芹菜，还是叫你纳，叫你把公义、怜悯、信实拿出来？公义、怜悯、信实。你看他就没明白这话，还去找那段经文。你看这不耶稣说的话？我说耶稣在哪说的？叫纳十分之一啊？在哪呢？啊？怎么今天是甘心乐意啊？是按照律法纳十分之一？甘心乐意。甘心鸡大还是十分之一的？甘心。甘心的，甘心没有人逼你，是儿子的奉献。那个纳十一那个是逼的，你要不纳咒诅就临到你，怕咒诅所以纳的，怕打日本鬼子把那刺刀刺的，你去不去，你去不去给我当劳工，你要不给我当劳工，后面进去前面出来，因为他怕被日本鬼扎死，因此他去给当劳工了。是甘心乐意的还是逼去的？逼去，逼去，有许多人没明白这个理呀、啊。那十分之一不也是神命定的吗？
是神命定，给谁命定的？啊，是给以色列命定的，是给我们命定的。我们上帝给你命定是甘心乐意的。以色列在律法下，当然用律法的规条逼着他，奴才就得逼，儿子不用逼，是不是啊？他就没明白。往下看啊，最明显的这群人就是活在钱财里头，钻在钱眼里头了。往下看啊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什么是真力？第一个是敬虔，第二是什么？知足的心。往往今天这些贪财的人他不知足啊，号称为家庭教会的，在河南那个一家里收出好几百万，一下就被人搜出来好几百万，号称为啊，那都是传到人家里有那么多钱。我就纳闷了，钱在那个教会的钱应当在教会呀，怎么跑他家里去了？怎么进去的啊？那犹大带着钱囊的钱应当在钱囊里，怎么跑他的腰包里去了？怎么进去的啊？偷的，是不是偷的？把钱偷到他腰包里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伙人是最可怕的，他们追求的目标和咱们追求的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圣经是说，这等人你要离开他，是不是啊？这等人你要躲开他，叫你躲开，躲不躲？你不躲开，你跟他一同受害，就这种人最可怕的。他把什么利益看成是比神的道、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，地上这个肉体上的临时的享受看的比上帝给的生命更重要的。我说这人压根就不认识神，那不认识神怎么能牢笼一批人呢？这群人还真就牢笼一大批人，牢笼绝对的绝大部分人。进真理能明白真理的人少不少？少。你因为人少就灰心了？你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他们隆重，他们办一个圣诞节呀，那可隆重了，是不是？南来的、北往的、猫下的、狗养的都来了，都来干什么了？混吃混喝了。到圣诞节那天来了，用这吸引人，给你点小恩小惠，但你奉献出来的要比那小恩小惠多多了，就要动你兜里的钱，是不是？圣诞节嘛，这个节那个节，用这节期来吸引人，并不是用真道来吸引人。主耶稣讲道，在讲道的时候用什么吸引人？道吸引人。所以这群人唰唰跟耶稣，不管到哪里头，到河边，到约旦河，有许多人跟从他，是不是？到山上，有许多人跟从他。耶稣是用道吸引人，而那群人用什么吸引人呢？啊，用什么吸引人？他不是吸引，那勾引呐、啊，是不是勾引？不怀好意的勾引，勾引的不是目的，叫你上套为目的，牵轮儿，先跟你牵到教会去了，先上到外面给你传福音，传信耶稣吧。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？信耶稣啊，信耶稣赚钱就，你出去做买卖就赚钱了，你信吧。做买卖，你家就赚钱，你家老公在外面做买卖肯定盈利。你有什么好？你有什么病了？到教会就好了。全肉体上的，是福音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你儿子考上好大学，你女儿找到好老公，你信吧？把人传到哪里去了？是人的是拜佛就这么拜的，拜保家仙这么拜的。是吧？拜佛怎么拜的？那咱不是上教会，上教会给你挂叉子呢，整不好给你个裤衩子呢，再整不好给你个碗叉子呢，就去了。去了奔什么去的？这叫牵轮，就把你牵进去了，并不是福音的吸引，对不对？福音是吸引人，
用这种好处，信耶稣没有病了，信耶稣你老公在外面做买卖就盈利啊。勾引是吸引，勾引要我说信耶稣还能死呢，信不信？要我说信耶稣还能将来以后还能死呢，还能离开这世界呢，信不信？他们用这种肉体上的好处先把人勾引进来，来来进来，来说你进来就不是那回事儿了。你进来朱善玉，别人往他奉献箱里投40000块钱，一个得癌症的，你先奉献吧，奉献你的病就好了，奉献完人死了，死了钱不给了，就朱善玉，就禹城的朱善玉呢，啊，损不损呐？人家都有病的，都病到那个程度，他趁火打劫。你看这些人，为了钱呢，什么都不用，不要了，他信了吗？大家那得讲的西方，我说信了吗？信真道了吗？他不信真道，你管他要钱干什么？这福音呢是白得的，对不对？你今天管他要钱，他是用钱买福音的，钱买平安吗？把福音整个把福音给翻了盘子了，是不是？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他把福音给翻盘，赶上基哈西了，是不是赶上基哈西了？乃曼到以色列求什么？求洁净去了。乃曼曾经是亚述，是那个，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亚兰国的，是不是？是亚兰国的，亚兰国大将军曾经侵略过以色列呀。现在能够有求于以色列了，就用大麻风逼着他来求以色列了。因为以色列有先知啊，他必须到以色列，他才能得洁净啊。大将军呐，领兵带兵的大将军呐，曾经践踏以色列国的大将军呐，掳掠以色列国的大将军，那个小女子就是他亲手掳去的，掳去给他家做佣人呢，做奴仆啊，是不是啊？听说这个小女子传了福音，她得了大麻风的，就像什么一样，血样白，大麻风，洁不洁净？不洁净。那么现在呢，小女子给他传福音说，我们以色列国有先知，你去找先知，你的麻风一定能得救，是不是福音？是去了，带着仆人就去了，是不是啊？骑着大马就去了，高高在上的，长了大麻风的大将军，骑着马高高在上，往哪去了？去求他曾经践踏过的以色列国，去求以色列的神去了。这时候拿钱买，带很多丰厚的礼物去的，他以为用礼物就能买来呢，是不是啊？到了以色列国，叫你那先知下来见我，啊，自不自高自大？我大将军叫你那先知来见我来，摇头不了假的，是不是？赶那个不顺服的牛了，啊，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，先知下来见我，最后他告诉我。你叫他去到东边那个约旦河里头沐浴其为，出来他的大麻风就洁净了。以利沙能见他吗？啊，以利沙能见他吗？如果以利沙见他坏，谁大谁小？他自以为我大将军，我大，是不是？以利沙是上帝兴起的先知，不比不比他大？比他大。以利沙告诉他，到约旦河沐浴洗回，出来的麻风就洁净了。回来了，仆人告诉他，那就不能去，他得到叫你吩咐你到约旦河。啊，这个牌挺不小，叫我去上约旦河，连面都不见我。我是大将军，我是曾经侵略你的，你怎么敢这样对待我呢？我还不去了呢，掉头往回走，是不是？
要叫自高的必要什么？降位卑。仆人说了，将军呐，他是个先知，何况他说的话对你有好处，你就去沐浴几回呗。仆人会不会劝？会劝。他对你好啊，你沐浴几回出来洁净了不也行吗？那我们亚兰国没有这河那河吗？难道就你们这有约旦河？你就是约旦河好使，我们亚兰国的河不好使吗？哎，就以色列这国那个约旦河才好使，越过以色列这个国，其他的河都不好使，对不对？对。除了咱们这个活水，其他那都不是活水。是。对。就到这就好使，因为神的道真道都在这里头啊。对。好不好使？好。那我去吧。就去了，去了沐浴七回。出来了，大麻风立刻洁净了，最后干净的像小孩那个皮肤一样嫩，新生的生命出来了，嗯，对不对？是是。最后卑微下来了，赶紧吧，下了马吧，赶紧去见先知去吧。一见先知，再也不像先知都没离位，就在那位上坐着。我这错了，我那错了，从前不该轻论。是不是啊？最后说，我从前跟他们一同拜偶像，我现在把你们国土的那个土啊，拿带过到我国家，我再也不侵略你的领土。你这国里头有神，我们那国没有神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终于谦卑下来了，谦卑谦卑。但现在这群人自高自大的，不知道害怕什么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神，他也没遇见神。神也从来没跟他说过话，他们就随着情欲增添一些食物，就起来就开始教导，一教导一开口就错，一开口就错，从头一直错到尾。不信你听他们讲到，从头一直错到尾。你能听出来他们讲到错了吗？能不能听出来？能听出来。除非你今天没领受这道，你要领受这道了，一听就是错的，从头一直错到尾，就在一个人里讲。就在一个人里敬虔，就一个人改良改善。他们讲的悔改是错的，他们讲的敬虔是错的，他们讲的称义是错的，他们讲走在成圣的路上，错没错？啊？他们讲我们地位称义，错没错？错。他们讲我们过成圣得胜生活，错没错？错。他们要在生活中间成圣，错没错？错。要肉体圣洁，成没成圣？是不是成圣？要肉体成圣，要生活成圣，要这成圣，要那成圣。肉体是死是成圣？死。心灵成圣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这个他就分辨不出来了。你看这伙人最明显贪爱钱财，想方设法把你兜里的钱变成我的，赶日本鬼子，想方设法把中国的矿藏和所有的石油以及所有的黄金、铜矿、各式各样的财物变成他所有的，他那国家不产的就得上你这条道，所以他在地上得不着啊，就上教会里来得。我的去吧，滚出去吧，完了完了，你这是我的，反正都是一家，你是良民，打杂的好，你拥护我你就是良民，不拥护我你就死啦死啦，你要死。是不是啊？看没看清楚？这个教会中间线，你不听他的，他说你是异端。你看这群人，异端有多少？这个这普世教会，你看异端有多少？啊？凡越过基督教训不长寿的，这人就没有神。越过了基督教训就是异端。是不是啊？对的。越过了基督教训，删改了神的话，是不是啊？改了神的话，这人就当死，是不是？神的震怒就会临到他的。现在改神话语的多不多？多好啊，多的是啊。好，再往下看啊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礼。什么是大礼？
敬虔真敬虔就是道在肉身中显现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呢，还有呢，知足的心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知不知足啊？用山东话讲，知足，是不是啊？知不知足啊？不知足。有的人不知足啊，基督徒他是知足的，是知足的，是不是啊？敬虔就是神在我心里，这就是敬虔。基督住在我心里，敬不敬虔？真敬虔叫真道住在我心里头，这就叫敬虔。我守住这真道就敬虔，再加上什么？敬虔是生命，知足的心就是世界上上的东西，我就知足了。但属灵的东西不能知足，对不对？敬虔是抓属灵的事儿，知足是世界上的事儿。世界上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了。世界上一天的事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，但属灵界的事情、生命上的事情，是无止境的追求，对不对？我追求越多，我属灵生命就越丰盛，这就叫真敬虔。真敬虔，世界上我知足了，我追属灵的事情，这个是真敬虔。我告诉你，福气大了。你福气怎么大了？因为你的眼睛定睛在灵界，不在物质界中间，这真敬虔，对不对？对。假敬虔呢？世界上追求物质、无止境的，属灵的这些假就够了。我怀疑你有没有生命呢？我怀疑你今天，你到底重没重生呢？是不是？真正重生的人，他这个心不往世界使劲，看什么都。如果你有那天，你会有跟我一样的感，你有跟我一样的感受。什么感受？别人告诉他那地方挣钱挣可多了，我没那个反应。你爱挣多少挣多少，和我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有一回有一个上海的一个女的听到，听完我讲到了，可能得听一讲两讲的。王弟兄啊，你快到我们这里来，一个单身一个女的。我说到你那干什么？我现在做买卖，拿这个来诱惑我来做买卖。现在我一批就能挣200多万，你来了，我这一次做的买卖，干工程，这一次剩下的钱都给你。我说你自己留着吧，我不会去的，神不打发我的脚步，我不可能听人的话。是，你自己留着，我心连动都没动。有一天，县政府的有个姓葛的，叫什么名我不告诉你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，从前给我揽活的，现在呢？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做传道人了，还以为我干塑钢呢。我给你揽个塑钢活呀，现在这个工程挺大的，你回来干吧。我说我不能回去了，对不起，我现在传道，传什么道？我说传基督，你竟不务正业。我说那也不能回去了，我觉得那劲儿不往那使了。从前骑着摩托，噗，我向下跑，看谁在哪地方盖楼。各个地方跑，各个地城市串完了之后呢，看看哪有工程，想方设法的投机取巧把这工程揽下来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不是那么想了，坐火车，哎呦，这么多的人，有多少信耶稣呢？先往这样想。是，你想再叫我那想，不可能了。是，你想给我工程叫我干，不可能了，我心没在那上面。你叫我干就等于害我了。我实在难受啊，我干不了，对不对？我心没在那上边了，这心已经被上帝已经从这个世界中间给捞出来了。对，你想叫我干事情多赚钱，没那门儿，比杀了我还难受。是不是啊？是。这心呢，到你真正的敬虔，最后他就给你个知足的心，对这世界没反应。从前没信耶稣的时候玩麻将，净通天许玩麻将，玩的呢。现在谁花了麻将我就烦得慌。我说怎么能干那玩意儿呢？我还以为那很奇怪的，好像是我从前就没玩过一样。
他们玩，我就感觉这是一件无聊的事情，多无聊啊！把生命消耗在那上面去了。现在我才发现了，神给我这生命在我里面就起到这么大的转变作用，心转变了，不是外貌我自己改的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修炼的，而是心突然就转变了，是不是啊？再往下看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你带什么来了？你光着来的，是不是啊？你也得光着走。所以不要在这世间抓，人在这世上光着来，使劲在这世上抓，要有。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那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属于你，只有一样东西属于你，就是主的道是属于你的。主的道就是你的生命。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这是属于你的。有了生命就有了光，没有生命就没有光，是不是啊？没有生命在黑暗里，有生命就在光明中，并且它要这光还要发大，还要照亮，跟太阳一样，比太阳还要光亮。它不愿意让你做星星，它愿意让你做太阳发光体。你是主的光，你得的生命越多，你的光亮就越大。你得的生命越少，你的光亮就越少，是不是啊？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光和那光也不一样。上个点我就讲的什么真光，是不是讲真光？真光，真光照耀了。上帝今天要不单叫你得到光，而且这光还得在你里面长大照耀出来，不单叫你得生命，还得更丰盛的生命，而且显现出来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今天就供给他，不供给他，是不是？这生命扣在兜底，这生命得显明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行不行？行。好，再看这一段经啊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只要有一有十，就当知足。假道怎么给你传的？有汽车，有洋房，赚的越多越荣耀神。那坏了，圣经矛盾了。拉萨路赚的少，在地上是贫穷的，财主呢是富足的，哪个好？哪个真敬虔？哪个属灵？多赚钱多荣耀神，少赚钱就少荣耀神，是吗？不是，圣经就告诉你，有一有十就当知足了。这个属灵的生命就在信心中间建立，看你今天在不在信心里头。当你在信心里的时候，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事都看成粪土了。对。当你把真正明白真道了，你最后把世界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身外之物，一样都不属于你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死了，你老婆孩子也还两句话说的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离开世界了，你攒下这些东西是谁的还两句话说的呢？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不要在这使劲的那个眼睛盯盯在这个世界中间，你先追求里面的丰富，这些东西自然就都加给你了。你先追求里面的，不要追求 外在的东西，你身外的东西，你身外的东西不会长久的。再往下看啊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有没有想要发财啊？哎呀，我那有的人天天做发财梦，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这是一种迷惑，是不是一种迷惑？这就是一端的道理。什么叫把你往钱财里陷，像个陷阱，越陷越深。你越追求钱财，你钱财在地上，你心能在天上？什么？你在地上攒的那么多，心能上天吗？你钱财在哪，你心肯定就在那里头了，是不是？你走不动路了，给你累住了，是不是？给你拽住了，给你拉住了。那个魔鬼用世界上许许多小手就拽着你的衣服筋儿，都伸出来粘你的衣服筋儿，是不是？都给你拉住了，你想往前走，走不动了，脚也给你拽住了，腿也给拽住了，衣服筋儿拽住，脖领子拽住，头发都拽住了。你们看不看诗人的树？
啊？看不看这诗人的树？你上山一旦的碰到这诗人的树啊，你靠近他了，他那小枝杈啪啦啦啦就把你裹住了，就把你就缠住了。他那个整个的树枝上全是纤维，是高级纤维的，就把你卷在里头。你就眼瞅着，眼看着，憋死了。憋死了之后呢？你衣服烂了，他那些小爪子都渗到你那个身体各个地方，那根儿都扎到你的身体所有肉里头了。最后，直到你那个营养都被他吸收去了，你就剩下个骷髅头在那个地方。那叫诗人的树，一旦被他全，这世界就跟那诗人的树一样。你信不信？当你一回头看，马上变成一个岩柱子，就把你垒住了。累没累住？一定把你拽住的，他拉拽你后腿的，他不让你走路的。说神告诉你怎么走，往山上跑。那罗德说：“这不有个小的吗？我进到这小的，小是哪儿？啊？大的是索多玛，是代表世界；小的是你的肉体，就进到你肉体中间。那么你最后呢，你就变成一个岩柱子了。回头看的是什么？”你进到这个索尔的行不行？那索尔代表肉体，索尔也被毁灭，是不是？这小的也被毁灭，大的毁灭完毁灭小的，是不是？世界毁灭了，连肉体的闲情私欲都要被毁灭，罪神要灭绝，上帝就不叫你在地上归肉身所建造。这是得这才能得荣耀，得冠冕，得奖赏，与基督同作王，对不对？假金钱的人就叫你在肉体里建造，你建造越多越好，多赚钱，多奉献，我要得利益。他想的是什么？钱。他那个心里天天装满了金钱，所以金钱就葬送他，最后他就跟金钱一起陪同金钱去。金钱不是永恒的，神的道是永恒的，对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世界上一切东西都要过去，唯独主的道是永存。你要知道哪个贵重，哪个是卑贱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哪个重要，哪一个次要的，首先必须得明白。好，休息。